这个王宫啊，就是这个瑞典国王住的地方。瑞典也是这么一个国王体制。我一会儿给找别人帮我照张相的这个位置。瑞典国王就在这里面住啊，我应该进去拜会一下，不知道门票收不收钱呢，价格可能不会太便宜。环境还是不错的。